小眼睛早安。那张哥哥，今天起得好早啊，七点多就起来了。所以先喝水睡，等一下泡妮妮给你喝。粘得上去吗？粘不上去。小眼睛早安。吃早餐。看妮妮啦。小眼睛从昨天晚上开始咳嗽，今天早上也在咳，半夜也在咳，没有很严重，但是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咳嗽。等一下喝完奶奶要给你吃咳嗽药，医生有开止咳化痰的药给你，等一下要吃药药。小眼睛没什么食欲，让他吃点清淡的。虽然说他本来就吃得很清淡，没有用。干嘛这样？小阿群喝下午茶，坐好，坐好喝下午茶。你要去哪里？这样也可以喝。好，听到了是不是？你刚不是把它丢掉了？来，不要，好，不要丢掉，好。
来吃饭饭。我今天晚上也是吃粥啊，我看看会不会烫。肉肉嘞，你看有肉肉，不用去。好吃呢，来啦，吃饭饭。刚吃几样？对。刚吃了几样？鱼，这是金永明和那姨送的鱼。玲珑小阿群，你干嘛翻妈妈的肚子？亲妈妈的肚子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好了啦，亲妈妈的肚子。你是破坏狂啊！好啦，小阿群要睡觉觉了。永群晚安。干嘛？那我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